2012年11月10号要到纳罗部落关怀前慈爱社所办的募集物资活动，明天11月11号要到新竹尖石乡纳罗部落去关怀原住民，送爱到原乡部落，这是社区的热心的住户这几天捐的东西，有米啊，有罐头啊，还有棉被啊。哦，那我们现在是稍微整理后准备，明天跟游览车还有我们一群40人到部落去关怀。有米，有棉被，有罐头，有油盐，200公斤的白米等等，还有护士书，还有一些衣物等等。好。